喺圈中咧有一個叫做藍血人，咁藍血人咧就係一啲貴族啊，有同個港姐拍拖嘅男士，嗰啲人就叫藍。哇！咁樣劈自己出嚟曬命啊！唉，你同個港姐拍拖啦？青年，我聽聞你快啲講講完。我聽聞咧就開唔出聲啊！呢度被毆有兩個藍血人咧，你唔出聲。即可能觀眾好想知道一個小演員咧點樣可以同一個港，係啊，即係個地位。呢個港姐會揀你，點解咧？就係真係合眼緣嘅啫。咁但係咧，大家相處咧係出街係非常非常之麻煩嘅，即甚至係去幫拖手啊，去旅行係坐飛機嗰陣時係特登分開坐咯。即你坐機頭又坐機尾。戲院睇戲都係等佢播咗，跟住先慢慢行入去啊，最前到入去啊。咁係咪因為經歷過藍血人呢件事件，你就做翻普通人？冇咁大個，但你普通人都有段經歷，你都要講。係咯，你個普通人經歷，我想聽多啲喎。咩普通人？嗱，港姐係藍血人啦，咁訓練班嗰啲叫咩人啊？喂，咁樣講出嚟嘅咩？人哋個圈咪好細咯。